是不是撞到打你？不是啊，是我打好你先的，所以他們打我了。被他們推了我落地下，跌到我的8月15日，鬼死那麼痛，坐都不坐得。他們怎麼知道你搬來這裡？他們跟著阿美回來的，說看看他們有沒有走路，現在我們在對面餐廳探查，都不知道他們上去了。家駒，你不要亂來啊！不好，等下他們罵他們就不好。如果只是罵他們， 那就借天借地了。馬大佬，你想死啊？ 你除了識蝦女人，仲識咩？蝦女人係我最中意做嘅事嚟嘅。哎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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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
读过法律嘅，就算凶压你女朋友，唔够证据你系拉人，你当唔当自己警务人员？我实在忍无可忍，忍无可忍唔系理由。呢啲都系人嘅正常反应嚟嘅。身为警务人员，引落你应该俾人强，你做嘅嘢仲衰过烂鬼，简直侮辱我哋警队。我唔系咁谂，我觉得身为执法人员，如果有罪犯向我恐吓而唔敢作出反应，先至系侮辱法律。我话你专登搞事，你引人注目，等人记得你捉过猪兔。你话啦，呢件事我点同上头交代啊？ 我有解决办法，我辞职。你认为辞职系解决问题嘅办法嚟咩？咁都好噶，呢个系冇办法之中最好嘅办法。我翻出去啦，多谢两位咁多年来关照，再见。家驹。 你辞职都好嘅，出去搵份有出息啲嘢做啦。拜拜。我会啊。差佬大晒啊！吓，你哋咪大晒嘅先，你哋唔识法律噶，差佬可以乱打人噶啦，吓杀人都得噶啦，做差佬就吓。咁多好彩，签名啦。签你老母？唔签，签咩啊？我要告你哋，我要告到你哋甩裤，我有钱，我要请律师，我唔赦你哋噶。 咩啊？冇打啊！嗱，你哋睇到噶啦，佢喐手打我啊！够胆啊，打死我啊！叻我呢只眼啊，就俾佢打爆噶啦！我盲咗噶啦，你冇一只眼俾我啊！够胆啊，当住咁多人打我啊！喐手啦！做咩唔敢打啊？惊啊！我想病我啊！我告你啊！你睇住个老友坐监啊你！哎呀！